起来。我不起。你要你钱给我。我就不给。不给我。来。不给我做。来也不给。我今天就定俩就来钱来上。来。搬来家喽，这个水好肉哦。我天哪，你看这个字不字？哎呀，俺这放哪？你看，哎呀，哇塞嘞！哎呀，阿妈哎，妈嘞，你看看。你看这字不字吧？你说。来，你上来试。上来试试，快！这个上来试试，这个、还好啊！哎呀，很好了，这个。睡。比躺椅，是不是？躺椅还字不字？字。哪里买的？在路边拾的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肯定人不要了。买人不要了。真是了，你这给我拾的。现在家那冷的，把那个好座椅都晾上。对，那个那小子很冷啊。躺椅晾那多好。那个小子可很冷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很冷。都撂了给我，还加毛撂给我拾，还加毛撂给我拾着了呢。我看看撂了，那怎么着了？你坐给山林，你就在那歇着，你就看着。那我坐。字不字吧？字不还字不字？到底字不字？我睡连睡一觉。睡一觉。我上，你弄个睡前了，弄个歇着。小子，哎呀，我来了。啊，来了。哎呀，来。小子没有事啊，昨天。我没有事，昨天晒太阳了。哦。今晚那姐夫说，在后边洗个车座都，说那个冷的，我看那怪好脾气嘛，早早上晒太阳，这样好热，谁看你昨天洗那都疼了。我就不坐了，这俺家车椅。什么？这是我车椅子，俺家。那车椅，那你要怎么弄来的？来把我座椅拆了。哎呀，今天俺要造反了！你上啥方向？俺这又把车座呢，他要上这挪了。快把你家的车都全拆来吧。全挑开了。全挑开！我天哪！阿娘，你来，你听没？哎呀，我妈呢？你上这说，在那路边拾着，还能冷还啥了？家的车上呢？车座的车的？咋的了？就是的。俺找上门什么意思？找上门要车椅子，找上门。车座就卸了，上哪方向？反正俺家。奥迪给我啊？什么奥迪啊？什么奥迪啊？什么奥迪啊？奥迪给开走你不知道？开走是什么原因开走？什么原因开走了？不要二胎，绝对不给。俺是不给，我都不起，我把你养了，我就不给。快，奥迪。给我，你过去，你进屋，我有事跟他商量。你进屋，我跟他和平解决，你跟我商量。那你进去吧。那我进去，给我搬走哈。啊，奥迪给我，奥迪给我，奥迪是俺大姐给我的。那坐椅我都不给你，过去，我把搬走。我都不起，起，我那材料你不起，我不起，我起来。我不起，那你要你钱给我，我就不给，不给我，来，不给我做，来也不给，我今天就定俩就来，山上，来，看到你是搁那欠我谁，来，今天斗一下子，来，起不起，商量，那商量，看条件，来，我听你谈几天，行，我听你谈，你能谈出来什么条件？好，你先给我。奥迪车不给，对，那座椅绝对不用我想了。行，奥迪车可以给你开开。怎么？这个脚不好用，上去捏捏。你撅那猪柜呢？对，我撅拿下去。那不，来，阿乐，能不能商量？商量不了，商量不了，商量不了，绝对不可能给，绝对不可能给你，绝对拿不走。商量。行吧，就我那个。就光那个，别什么都不做。十年呢？啊。好多年，你哥留着，或者我把你送走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行。今天晚上，12点。12点。我给你打电话。啥？这个座椅先搁给了。啊。今晚12点，我把你开车去接你。接完之后，我到那儿了，捏完了，你付完钱了，我把这个给你，直接送到你家给你装着。你看怎样？行，就捏一句。啊，对，就捏一句。别的不。别什么都不干。好，别绝对什么了，我绝对给你洗心呵护。行，来，那走，我。
啊。先走，先走，我把这个东西先藏起来。他说那天在家看着。哎呦我的妈！就你一个，就你一个，就你一个。谁有人给我？什么时间？走。